小梦帮倒忙，滴滴滴滴滴滴滴。大家好，今天是青森北国冬天之旅的第二天，我住的是青森市浅虫温泉的南部屋海上阁老牌温泉大饭店。那我们今天要体验的是自己坐滑雪板玩，那咱们快点吃饭，然后准备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温泉鸡蛋，蛋黄，完美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服務老师、服部先生、今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我很喜欢闻木头。好，滑雪板怎么能是直的呢？充足的喷到这个。定住。啥？啊，这个铁板呢是现在有100多度的温度，很烫的。哇，好了。哒哒哒，哎呀，头已经慢慢过来了吧？滑雪板。OK，鼓掌。这我的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哎呀！哦，漂亮吗？耶！这个八甲田是 Blue Molly's 他们家最顶级的滑雪板系列。滑雪专业爱好者们就梦想的那种滑雪板。啊，いいですね。OK ですか。完成です。完成了，耶！下面我们去滑雪体验的地方，酒店会开车送我们去的。新手上路哦！哦，真的真的，你看这个雪很厚，但是我完全都没有掉下去，对不对？可以在雪上飞了的感觉啊！那老师怎么走？哎呀，那我的鞋掉了，两个都掉了，你看，然后我马上就变得这么矮了，就拔萝卜拔起来。哎呦我天，真的下两下，哎，滑雪板变身，变身完成，滴！看，谁都没有踩到，啾啾啾，哟，走起来，它是会跳起来的，走着很方便。哇，漂亮漂亮，这是树枝啊。所以你看雪有多厚，我们已经到这种矮树的树尖来了。哎呦，我来啦！耶，滑雪！不不不行，等一下，完美！哇啊啊！好快呀，这个！哇哇哇哇！雪中散步体验成功，耶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。我肚子饿了，那我们就赶紧去吃好吃的吧，走。哇，这就是把日本老的名家改造的饭店。这上面的温泉蛋是浅虫温泉做的温泉蛋，哎呀，好吃！看看阿姐第一次吃，美味啊！哇，汉堡肉，好吃，
不一样的。半熟溏心蛋。蜂蜜，刚刚好的甜度，不会很甜很甜的。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呢？纯白色的海参呢？寄居蟹都是活的，看肉藏在里头。哎呀，我发现了螃蟹，你看，这个是毛蟹，内抓的。哇，毛蟹，它在吐泡泡呢。放点，放点东西。哦，一点饿了，我们去吃螃蟹吧，好吧？我要吃螃蟹自助餐，加上会席料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哎呀，哎，叮叮叮叮，蘸一下，馋不馋？嗯，蟹，哎呀，好吃啊！珍珠，天妇罗螃蟹腿儿，姜泥、萝卜泥拌一拌。好吃啊！没想到炸螃蟹腿也很好。来吧。嗯。好吃。嗯，螃蟹饭。咦，嗯，今天的料理也很漂亮，很可爱，已经小小的一个一个的，这就是精致打会席料理。很好吃。下面我吃我的刺身拼盘。好吃。真甜呐。各个口味口感都不同。里面是煮海鲜，哇，嗯，真是好吃。这道是意式焗苹果，意式的做法来做，我是第一次吃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泡完了温泉，皮肤，我要再泡。90分钟3000日元，就是随便喝的。啊啊，どう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飲み放題、歌い放題。はい、どうぞ。乾杯、杯杯。お、すごい飲み放題。マジで喉乾いた。はい。どちらの国から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。私は中国の。中国。バイレン。バイレン。北の方。あの地図でしか見たことないです。青森と大体同じ感じ。寒いですか？気温も同じで。浴衣ガニやってますね。知ってます？トゲクリガニ、シジミラーメン。
毛の汁。国的玩雪之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两天虽然外面很冷，但是在海上给我们泡了温暖的温泉，然后吃了暖和的料理，还有这边的人也很热情，感觉非常的温暖。所以这两天好像也没有那么冷嘛。那我们就晚安了，我真的困死了，晚安。早上好，哎呦，休息得很好。今天我们就要回去了，那走之前我想买一些特产带回去。朝虫の名物がこちらのコーナーになります。昔からはこのクジラ餅とイタカリンとが有名です。あったかいですよ。温厚的。毎朝出来たてが入ります。哎，来都来了，我们就一样买一个尝尝。会多久吗？我买了两个这个，那我们就来一个这个。这个是哇，这个是用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买好啦，那我们退房吧，走吧。啊，谢谢啊，欢迎再来。这里不想来吗？肯定要再来的啦。走了，我们北海道的下面就是青森。